大家好，我是青青，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斗技战场。好，第一场开始。永和中川贵一啊，这个老对手了。我是一直被吊打，但好像这次应该不会被吊打了。神丹第一回合就飞了。哇，这第一回合就飞了，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再飞了。你要是第二回合再飞，也许还有机会。第二回合再飞，你是直接控了他的风主。这个下个回合我可以选择止水奥义神南，也可以奥义犹豫了，我是想后手控神南，这样就完全的控死了，然后但是被他的三雷控了，这个问题不是非常大。第一三雷戳我的时候没什么查克拉，然后他也下个回合也不能再奥义了。这个风主呢肯定是想到下个回合他那个会刷新啊，那你就不用想了，我会定住你的，我相信我一号位的控制绝不会输给任何人。好，控住了啊，来又再来一个奥义，三雷应该带走了吧。啊，没带走啊。诶，被自己的神丹打死了。大家不用着急啊，下个回合他的神丹还混乱啊，所以他退了。好，102级土主，哇，金明老子杀人风打不过呀，主要是战力高我一块，要是平战力的也许还能拼一拼，至少能打死这一个。犹豫了，不知道，因为看不出来他的这个图主是带的是什么奥义，如果带的是二次普攻的话也是麻烦，我关键是我心里虚，怕定身定不住他，你知道吗？看看这样能打掉杀人风的血吗？打不掉血。没辙，但是我也不能这样就退了呀，这样就退太没有意思了，至少得打到第二个回合。你说我止水奥义谁都没用，三个免疫其中还有一个闪避的，只能继续打他的土主呗。闪一下算了，输是肯定的了，我就是想想有没有战胜他的可能性，好像是真没办法。这个人生中总有很多无奈，呵呵，斗鸡战场更是如此。来吧金明，哎，对方让我呀，谢谢刚才的大侠相让，102级啊，但是只有两个人，算了，我们不要放奥义了，人家两个人让人家自己退吧。我估计他放完奥义就退了，你信吗？真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看对手阵容，102级都是102级，哇，19万，毫无希望呢，哇，还有两个，一个钢手，一个恶鬼道，这个他应该是很少打到和他同战，或者就是比他这个战力高的，不然你这样玩不是很不爽吗？哎，刚才那个水主到底有没有控到啊？我心里有点发虚啊。刚才我反正是带人的追打是出了，但是有没有控到没太，没有控到啊。哎呀，
我去，这伤害有点过分啊，太过分了。哎，刚才真的没有控到吗？奇怪哦，哇，太猛了，哇，他这个解状态可真多，我是毫无办法，我们退了吧。到下个回合摁下 OE 再退，对不对？对，摁出来我们就退啊，没辙呀，哇。没办法，19万吗？好，鸣人父子队上！哇，对方6万多战力，还不直接退啊？看到金色闪光，然后战力比你差不多多一倍了，还不退？还真的想打呀！随你啊！不过他的基础攻防比我想象中的要强。那就是差这个金色闪光一个奥义的问题嘛，一个奥义就把他们都带走了。哎呀，摁晚了，让他的奥义先出来了，不过其实完全没有关系的。退吧，我给你机会退啊，你非要强退啊，真的。好吧，你一定要强退，我也没办法啊。好，看对手105级，升到头了啊、顶级105级，这是多少万呢？反正是仙宫比我高，别着急啊，一上来不开鲨鱼，自己先这个玩火者必自焚。好的，空带人，这个火主肯定开的带的是开盾，先把他给定了。但是他一号位的金色闪光我们就没办法了，如果他不是助战奥义的话还有的打，是助战就完了。是助战，那就没有，我就没有追打了，上了麻痹了，所以就输了。哼，哎，对方也很敢玩呐，我鲨鱼的节点你不开呀、不开会死很惨的，知道吗？好，主力队伍再次登场，对方100级天道队啊，我不用看战力了，除非你20多万，不然的话一样被打死，都不怕你的天道是免疫，也是被打死。他是阿斯玛和屠儒免疫，没有免疫到天道。后手控小南，然后下个回合先手那个止水控阿斯玛，这个就赢了。如果他不怕麻烦还一直打的话，那就打咯。还要打呀？好吧，随你。
你有这个闲情逸致，我就陪你了。好，退了。嗯，啊，今天呢也有人让我，不然我也很难得五胜。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晶晶，再见。